玛丽决定要走。是，请问要抓吗？抓了，抓了，这表情，你想要先哭是不是啊？不抓，不要看啊，不要看啊，太明显了吧？要要，起步一定很烂，小哈偷笑，起步，他三以下就抓，他想破，跟我讲。不知道这个怎么样，他三亿，他应该是一了，两位啊，正常啊，不要抓，要抓吗？小先不用，因为他就算是一，他现在跑二也还好。对，我们现在领先，我们现在领先。老板，少宇哥，少宇哥来，少宇哥甩手抓一呀，一呀。少宇，你干嘛在这里干嘛？来，不要看，他不要看。少宇，你想要走几步？一赌气。我想走。我想走五步，五步抓抓，太快了吧！五步五步，到九啊？没有没有到九乱撞的啦，在干嘛？淘汰真一个，你刚刚在干嘛？淘汰，好了没有？来，你抓错了，小哈抓错了，你上台，下一个。阿乐决定要走几步？六步，我要抓吗？大胆哦！应该是好牌，因为花花表情明显是好牌，是吧？你看那表情哎，不要面了，不要面了，不要。是有事哦。两步，两步，玛丽想走两步，一步，两步，要抓吗？我完了，他们两个已经不抓，把我。妹妹辛苦哦，照顾妈妈。妹妹也不敢看。来，请问走几步？八步怎么样？太傻了！这个扯太傻了吧？六步，六步，就一路走到八号。哦，这要抓吗？这两个，要不牺牲一命来抓？牺牲一命啊！你要抓吗？我可以抓，你可以抓，抓他。哎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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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一定是六，一定是六，好无聊，没必要。所以你要你不要再抓这个了，这样存在赌一把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要对，我本来是要性命，就是对，因为出操，这样我赌我自己的性命，我赌威廉的性命出操。他是六，如果不是六，我跟你们那个伏笔，他说其他都会一直这样吧。不用抓，不用抓，下一局没必要。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演技吧，他们不演了，对，放弃了。他们就是走一步算一步。你怎么这样？真的，绝对是对。哦，好屌炸世界的一群人。哦，你们做生意是对的。都被他们被做起来，这两个人了，脱线的。他们又是一步，你想走几步？三步。你讲九，没不会抓九。好可怜，他整张酒没人抓。对啊，来少哥，心疼你。我们一路终点啊，一路终点可以啦。我只要四以上，四以上就过了。四以上，但我想要陪他们玩。好，你想虐杀是不是？看你怎么玩。你想走几步呢？走一步啊！我想倒退一步，走一步我抓。倒退一步，我先到终点好了。要抓吗？这是几步？四步。一定要抓哎！啊，你们不抓我就终点了呢。抓抓！抓抓！等一下！不抓我！让我抓吗？这个一定要抓，你不抓我就是终点。Ha ha ha!
结束了，我们宣布这边这一队呢，每个人一张贴纸给对面。加码，加码，来，你来跟谁玩？快来来来来来，小伙子，单打，你老兵玩了，你老兵玩了，少哥单打，少哥啊，来干嘛？玩一把，玩一把。既然是要场外，你讲话不要跟爸爸。既然要场外，就是赌全部说哈。睡，你看到谁打我？就是老子起步不讲，我就是要领先。你又看就知道你要抓吗？不要看啦，四张贴纸来抓抓，没有时间，一把就抓很帅，一把就抓很帅，一把就抓让他一张贴纸，对啊，很帅。而且这一趴其实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了，我抓抓来，少伟请秀点数。摄影师，你都憋不住，抓！再问你一次，真的要抓？抓！真的要想清楚，小哈，抓！小哈，你是不是平常是你老婆抓你？四张贴。